你以为的刘亦菲是高冷的仙女，但其实她就是个小可爱。L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亦菲。2021年更开心。最近好像都没有太有时间看电影。小丑。你没有想过，我觉得演员吧，就演员这个职业，我觉得确实是我自己梦想的职业。过，吹过了。土味情话是吧？就是不能够强迫的想去那个跟他玩，还是要保持一点点的友好距离，这样他就会过来找你。自拍方式就是你想臭美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打开一个软件，对不对？然后稍微那个，但平时的话还是就会想拍了就拿起来拍一下。要摆两个。能量、希望，还有愉悦吧。嗯，